Opening, three, two, one.欢迎大家收看 CBMTV， 我是嘉喜，让我们一起留意教会接下来的最新动向。Dream Factory 已经开始两堂的聚会，分别是下午2:30和4:30，请大家留意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下午2:00，牧师将教导大家如何进行家庭与医院探访，而在4月29号星期五晚上8:30有联合祷告会，主题为如何为病人祷告。欢迎有兴趣参与医院探访以及为病人祷告的弟兄姐妹踊跃参与。领袖家庭退休会将落在7月7号和8号，星期四和星期五，鼓励弟兄姐妹踊跃参与，费用是150英镑。全球领袖高峰会将在5月20号和21号，星期五和星期六，在芙蓉艾恩社区教会进行，费用为250英镑。这里有一项事工招募，若弟兄姐妹有兴趣成为翻译员，请联络莉莲姐妹。下个星期5月1日，四名牧师将与我们分享主题：下个时代领袖。士师记5:2，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，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，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。大家记得准时出席。谢谢大家收看 CPM TV， 我是嘉喜，我们下次见喽。拜拜。